当的视频火了，你们要的教程来了。首先拍好一段视频，打开快影，选择拍好的视频，拖动时间轴至人物坐下时，选择分割，删除前面多余的部分，然后再拖动时间轴至人物起身时，点击分割，继续拖动时间轴至人物下楼梯时，选择分割，删掉中间多余的部分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两段视频。点击后段视频，点击切画中画，把第二段视频拖动到与第一段视频对齐，点击第一段视频，选择常规变速，把速度调至 0.5， 第二段视频也同样调至 0.5， 选择第二段视频，点击蒙版，选择线性蒙版，旋转蒙版至人物的中间，把羽化值拉到 2， 最后添加音乐，选择快手收藏好的音乐，最后导出看看效果。都是谁的错，付出换来这种结果，怎么会狠心伤害我，可怜我爱你那么多，失去了快乐，幻灭了承诺，守住两个人的日子，一个人过。